乘专机住豪宅，吃特供有机食品，这是我国大熊猫在国外的待遇。想象中这也应该是国宝的标配，不然怎么能配得上它国宝的称号呢？不过澳大利亚的袋鼠混得就没有那么好了，不仅没有特供食品吃，还要被端上餐桌。吃货们，你们蠢蠢欲动了吗？官方数据统计，澳大利亚袋鼠数量即将超过5000万只，是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的2倍多。大量的袋鼠正在毁灭生态系统，澳大利亚政府最后决定对国宝们下达捕杀令。其实吃袋鼠肉在澳大利亚历史悠久，澳大利亚土著过去经常就食用袋鼠肉。为了给袋鼠肉进入中国市场打前哨，早在2016年5月10日，澳大利亚首批袋鼠肉就被送到中国用来试吃，也就是说不用出国就能吃到了。网友们，你们想不想尝试一下呢？